这和尚敢来此仙山！
惊动了那条大狗，后院内死是黑风怪的道友，自称灵虚子，以你现在的道行，快走了！小猴子，快逃，还来得及！
过了它，不妨先把这里翻个底儿朝天。那黑风怪赏了灵虚子一颗金丹，若是寻到此物，就算没白来一遭。
拿了你便不用。马哥出身高门大户，不会轻易吃人。阁下一看就不是这里的妖怪，莫非也是来拜那黑风大王的？听我一言，这黑熊外强中干，靠不住的，你还是趁早离了此处才好。起死复生，金银财宝都是唬人的，那些个小妖都被骗了。黑风怪好弄把戏，嘴上修真养性，肚里贪婪欺性。我所求之事，不敢托付。虽不知阁下为何来此，但定要多加小心。我此刻心急如焚，需即刻启程，就此别过。Thank you.
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。路上可曾见到那些无主的孤魂？灵运不散，浮于空中。唉，可惜你的葫芦不中用，我这葫芦又认主。哎呀，对，哎，我有一法，可超度孤魂，归权返真，与你必有帮助。这才像样，不能装天，却可渡人。荡去痴念，早入轮回。既成天命，自是无法回头。你我无非都是这茫茫天地间的蓬草，能往何处去呢？
僧法明广谋，若是今日死在你手，帮我带句话给师父：肉眼凡夫求而不得神仙苦，半荣半枯，几人之事长生。万般皆苦，只可自度。
身于外物，与我的师父又如何分辨？广谋，广智，小神想起来了，当年怂恿金池长老放火烧死唐僧师徒的恶僧，正是他俩。我倒是这两人都随那场火灰飞烟灭了，谁晓得不但没死，还化成了一狼一蛇两只妖怪。